这个金钟盛宴呢、啊，只要我有入围，基本上我一定会出席啊、哦。而且有时候一不小心，我还会上台领个东西回家做纪念。哦。哦呦，哦，那你真的常常太不小心了哦。你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又站上台，然后领了个东西回去当纪念品啊？哎呦，那先恭喜你耶，陈哥。啊、哦，那真的太高兴了，真的。啊，承蒙金口啊！这次合作的电影《小燕与无外力》啊，我才知道，以前他在节目里面，新南啊杀鱼杀得很不怎么样，哇，现在杀人杀得很利落呀，哇！那你这样说，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啊。我发现什么？跟你一起拍电影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陈哥身上的油花比这个日本和牛分布的还要均匀哎。电影里都看得到哦，嗯。我不好意思纠正一下，这个叫脂肪，那个才叫油花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曾国城。大家好，我是夏雨乔。陈哥啊，怎么样？你知道已经13年了吗？我们今天终于又一起的站在这个金钟的舞台了。是的，13年前《型男大主厨》得奖，对，当时阿基斯詹姆斯我们一起上台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们就没得奖了。原来我是你得奖关键哦。你 ，You are so lucky, you know? Thank you。这个金钟盛宴呢、啊，只要我有入围，基本上我一定会出席啊、哦，而且有时候一不小心，我还会上台领个东西回家做纪念，哦。哦呦。哦，那你真的常常太不小心了哦。不过，哎，不过我倒要恭喜你啊！啊，你自从离开了《型男大主厨》之后，哎，在戏剧界发展的有声有色的。谢谢、哦、谢谢。今天的金马奖我也沾光了，谢谢乔乔姐。好，谢谢。不要这样讲，陈哥。哎，啊，可是我是怕哦，你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又站上台，然后领了个东西回去当纪念品啊？哎呦，那先恭喜你耶，陈哥！啊，那真的太高兴了，真的！啊，承蒙金口啊！这次合作的电影《小燕与无外力》啊，我才知道，以前他在节目里面，型男啊杀鱼杀得很不怎么样，哇，啊、现在杀人杀得很利落呀！哇！那你这样说，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啊！我发现什么？跟你一起拍电影，我才知道。哦，原来陈哥身上的油花比这个日本和牛分布的还要均匀哎。电影里都看得到哦，嗯。我不好意思纠正一下，这个叫脂肪，那个才叫油花。那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最好不要挑吃饭时间，我怕大家饿了啊、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要来颁发节目类导播奖。是的，好的导播总是能够抓到最精华的表情、最完美的构图以及观众喜爱的 tempo， 让节目变得更流畅、更好看。是的，现在就来颁发节目类导播奖。